我就能见着你妈了。来，你也去一个。怎么了？我不玩。今天好冷啊！是啊，我好冷啊！你看看你，穿这么少，能不冷吗？ 给你看我新买这个牌子的大衣，穿上之后特别暖。哎呀，一会儿不穿都不行了。穿上之后立马感觉不一样了，后背直冒汗了。我太难了。能听到吗？能听到，能听到。问他为什么分手？你为什么分手？为什么分手？你心里没数吗？白月光。 我是让你打自己，那怎么办？重打一下，用力，表达你的忏悔。还不表达你的忏悔？哎呀，我去！不错，我不该出轨的。不是，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好看吗？好看。好看，你就多看一会儿。你不应该说给我买吗？给你买的人不一定爱你啊，愿意花时间陪你看的人。 一定是爱你的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好看吗？好看。好看，你就多看会儿。我有的是时间陪你。 你长成这样，谁要你？等一下，长成这样你不还追我了吗？给你脸了。谁呀？我路过的。滚！5年了，我跟了你5年了，你居然动手打我！I'm feeling good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 能啊！能看见我，你还踩我？我不知道躲点吗？你别笑，少来一句。